Fight for a living. You wanna fight me for a living? He said, yes. Jackie Chan had uh, had um, golf gloves on. Boom and took me to the other side. And and so I had I had these four six Chinese guys had something here, so when he hit me, they would pull me the other way. And I said, these guys, I said, these guys are pulling me. I said, get some meat behind it because he's still hitting me hard. After he hit me the second time my face started swollen. Mm -hmm. And so they had to put ice on it, and so they changed the cameras, and they did it again. And I said, okay. I said, that's fine. I did a spinning back kick. I kicked them right through right through these boxes. And go, oh, that's it. Uh huh. 卧推九十公斤，职业自由搏击六十三胜五十七次 KO 对手，不仅横扫欧美和日本拳坛，曾有过五十八场不败的战绩，保持冠军长达二十七年，这是体育史上从没被打破过的记录。谁能这么牛？没错，他就是喷气机比尼尤奎德兹。尤奎德兹曾是世界舞坛最好的轻量级拳手之一，虽然在成龙电影中，他都是充当反面角色。 并都以失败而告终，但行家很容易就能看出，尤奎德兹武功的实用性是成龙所无法比拟的。荧幕上，他是正派主角的死敌，日常暴揍成龙、洪金宝。现实中，他更是真正的不败王者，职业战绩六十三胜零负五十七次 KO 对手，在格斗擂台上连续二十七年保持不败记录，整个动作影坛几乎无人能与他匹敌。我们之前介绍了实战派动作演员。 今天就来看一下实战派中真正的王者——喷气机，比尼·尤奎德兹，一个涌进香港谋取发展的外籍人。他最擅长的招式是转身腾空后踹，在飞龙猛将中，他用这一招击昏了元彪，并将洪金宝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踢翻在地，其力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。比尼从八十年代开始涉足演艺界，由于他不像上格·云顿、史蒂芬·西格那样英俊。 所以他多数是在影视剧中扮演配角或反面角色，但他依靠精湛的武功经常喧喧夺主。他和成龙在《快餐车》中的一场打斗，被评为《黑带》杂志历史上最精彩的影视剧打斗场面第二名，仅次于李小龙和恰克·诺里斯在《猛龙过江》中的打斗表演。当年在拍摄这场打戏的时候，虽然提前也有动作上的编排，但两人下手的时候是真的用力打到了身上。 因为宾尼是职业的拳手，成龙觉得他的身体素质肯定不错，所以在拍摄片中，很多宾尼脸部被击中的特写镜头时，他基本下的都是重手，这就导致刚拍完一条宾尼，脸上就有了一丝红肿，拍完第二条就不得不在脸上敷冰块了。一直处于挨揍状态的宾尼内心肯定不爽，心想：从来只有我打别人，怎么到了这里变得只有挨打的份？ 于是被打恼的宾尼心里憋着火气，到了拍摄成龙挨打的戏份时，他就使出了全力。虽然成龙胸口垫了一层护垫，但还是被一脚踢飞了出去，鼻血当场就流了出来。现场的工作人员此时都有点恼怒的看着宾尼，没想到成龙却对宾尼竖起来大拇指，因为这才是他想要的画面。虽说戏中的两人打得不可开交，但戏外的他们却有着非常好的友情，闲暇时间。 成龙还让宾尼教他拳击和英语，宾尼本人也表示，成龙是一个非常坦诚、率真的人。对于那段拍摄经历，他一直觉得很快乐。说完片中的演员，还记得电影开头元彪从楼上跳下来的画面吗？其实那一跳根本就不是本人跳的，因为洪金宝担心元彪如果一开始就受伤，那么之后的拍摄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所以最后选择让钱嘉乐代替他跳了下来。 另外一个也算是影片最后打斗中的一个小破绽。剧情是洪金宝和一个外国反派对打，但在打斗的过程中，如果仔细观看，就会发现戴面罩的外国人竟然是元彪。虽然镜头一闪而过，但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。可见在电影拍摄过程中，大家都是互相帮忙的。在八十年代，宾尼受到李小龙功夫电影的影响，他在影片中通常是人狠话不多类型的角色。 很少有台词，只有特写镜头，然后就是各种暴揍主角。在香港台戏期间，周比利经常会找到比尼请教格斗技巧，毕竟在自己踏入拳坛之前，比尼就已经是世界冠军了。他还凭借比尼的指点，多次在擂台上 KO 对手，因此比尼也算是周比利半个师傅了。因为颜值，他在电影中更适合担任大反派，但他却丝毫不觉得遗憾。 因为他曾说道：“我不在乎是不是主角，也不在乎拍了几部作品，我只想在荧幕上展现真实的格斗。只有一人做到了这点，他就是李小龙。而我要成为第二个李小龙。”对于观众来说，比尼虽说没像成龙、洪金宝那样在影坛名扬四方，但从他的作品来看，只能说他做到了。他是世界上最棒的功夫明星之一。比尼出生在加利福尼亚，是黑脚族印第安人的混血。 父亲是职业格斗冠军，母亲则是摔跤冠军，一家九个兄弟姐妹全是空手道黑带，其中还有四个是搏击冠军。宾尼出生在加利福尼亚，是黑脚族印第安人的混血，父亲是职业格斗冠军，母亲则是摔跤冠军，一家九个兄弟姐妹全是空手道黑带，其中还有四个是搏击冠军。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宾尼注定要与格斗结下不解之缘。据他所说。 自己小时候的第一件玩具就是沙袋，在别的孩子在玩游戏时，他就已经开始进行实战格斗训练了，并在十四岁获得空手道黑带，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成绩。虽然比尼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一，身材矮小，看似能轻易压制，但他却有着卧推九十公斤、深蹲两百公斤的力量，并且有着极高的战斗天赋，在擂台上，比尼可以从任意角度。 向对手发起致命进攻，一个又一个对手倒在他的脚下。尤其是当他使出必杀技，转身腾空后踹，几乎没有对手能招架住。在七十年代，比尼使用这招杀招，横扫整个欧美和日本拳坛，一路连胜，没有败绩。当时有众多媒体都用“不败战神”、“所向无敌”来形容他。那是比尼的金腰带已经拿得不厌其烦了，正得意自满的他，浑然不知自己。 马上要经历格斗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失败了。一九七八年，一场空手道对战泰拳的大赛在日本东京举行。为了击败猖狂的泰拳，日本武坛名流黑旗邀请比尼作为外援，对抗泰国拳王飞鹰巴育。在比赛当天，剧场挤满了五千名观众，都在期望着比尼能打垮不可一世的泰拳。但让人想不到的是，比尼输了，而且输得很惨。 在巴雨钢铁般的扫腿和膝撞面前，宾尼似乎根本不堪一击。在苦战六场后，宾尼倒在擂台上，败给了巴雨。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宾尼后来回忆起那次惨败时说：“那次比赛后，自己经常会在夜里被噩梦惊醒。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像他那样的冠军怎么会被打得这么惨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场比赛在赛前被告知是一场表演赛。 不算是正式比赛，因此并不计入宾尼的战绩中。在同年十月，黑棋邀请宾尼再战巴雨，但宾尼早已斗志全无，不愿意再参加比赛和训练，甚至准备从此退役。可这时，巴雨突然寄给宾尼一封信，信中称赞宾尼是一名优秀的格斗士，基本功扎实，技术全面，只是打斗作风不够硬朗。同时还说道，格斗士可以一次次被对手击倒。 但绝不能被自己击倒。看到这句话后的宾尼幡然醒悟，开始疯狂训练，进行大量拳腿膝等力道方面的练习。自此，他开启喷气机模式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创下了数十场不败战绩，使得日美拳手闻风丧胆。如今，喷气机宾尼已经年近七旬，上擂台实战是不可能的了。但他的状态却丝毫不像年过六十的人，反而神采奕奕。如今正担任着教练的工作。 悉心培养着下一代拳王。